已知 AB 两元素的原子结构如附图所示 ，P 表质子、N 表中子、E 表电子，则两元素所形成最简单化合物之式量为和。那我们可以看到 A 的最外围只有一个价电子，所以它很容易失去这个价电子而形成 A 正的阳离子。B 的最外围有六个价电子，所以为了满足八隅体，它很容易再强两个价电子而形成 B 二负的阴离子。所以 AB 两个元素要形成化合物的话，它的化学式会是 A2B， 才能够符合阴阳离子的电荷数是相同的。那 A 的原子量，我们可以由质子跟中子的个数来加总计算，大约等于23。B 的原子量8+8，所以大约等于16。所以 A2B 的分子量就会是23乘以2加16等于62。所以正确的答案我们选择 C。